长命百岁，子孙满堂。新来的，在红红翠枝，哎。第几个孙啊？啊？第几个孙啊？第七个咯。记唔得到都唔得。在旧金山中国城，有一栋被誉为长寿楼的大厦，住着一票老公公、老婆婆，每天过着羡煞众人的生活。几位活了超过一世纪的华裔人瑞，来跟大家分享长命百岁的秘诀。秘技一：能吃就是福。老公爷在，就长命百岁啊，有时就买你面包粉吃。秘技二：与社会接轨。用电脑啊，手提电话。打电话。住户之间互相帮助，无私分享养生秘诀也是很重要的。这栋湾畔大厦由美国联邦及城市发展部与旧金山政府一同斥资新建，由非营利组织华协中心负责管理。入住的都是符合房屋补助计划的低收入户家庭长者。他们没有锦衣玉食的物质生活，但脸上的笑容说明了，所谓美满人生，不只有一种形式。苹果欢庆15周年，送你100元 C 的礼券，再抽10万现金大奖，还有2018世足冠军赛门票。现在就下载台湾苹果日报 App。